干嘛？你在干嘛？阿下车！下车！金棍戒备，把阿贝团团包围，连拉带扯拖出计程车，但他根本不听使唤。阿贝，你先下车！下车！坐好！坐下！坐下！疯狂呵斥，好不容易才把人给控制住，因为他不久前竟醉醺醺把停车场当成碰碰车场，巨大声响吓坏居民。哦、拜托、啊，各弄的啦！我那个鬼子，撞烂栏杆后跑去缴费，东倒西歪回到车上，继续蹬腿撸撞啊撞，让目击全程的民众吓爆眼。砰！就很大声，我说走了嘞，后来就开始撞，一直撞。他喝酒，很醉，非常醉，他已经吐了，整身那边都是。停车场被撞到稀巴烂，出入口栅栏倒的倒，断的断，喷的喷，小黄前撞后撞，保险杆密密冒冒，还波及无辜车辆。25号深夜，这名66岁涂姓问讲跟朋友到泸州聚餐喝酒，明明把车停在停车场了，可以不用移，但他实在太忙，跑去开车，滴滴愣，还留在车内被警方逮个正着。他撞四台汽车，酒测值高达0.79，依涉嫌公共危险罪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酒后开车还边开边炸出喷泉，狂吐真身，移送时胸前整片臭气熏天。小黄问将酒驾被逮，阿贝这下真的出事了。记者谢汉阳、庄成良、黄玉兰，新北市报道。